哎呦，靠腰哎，拖下去我还他妈，嗯，开。大七十几啊啊！二九多万，二九多万。杀幺里啦！一人都一尾。终于又来断题钓鱼了，听说今天硬尾大靠啊！我带着我们的水果来拉床爽，这一段路沙子积那么高，吓死人了，人又很多，难题一堆啊，北题也一堆，断题也是。你看前面已经在拉了，有没有看到？他们7点多就给我导说，7点多就跟我说已经有了。对，昨天大有，然后今天7点多就跟我讲了。我打给他，他睡死了。那我就这边了。我是这个孔跟这一个孔啊。我跟他是不隔啦，我们两个是没差、啊。我那我要站他后面，你后面。因为我们认识啊。我 OK 抱着他。睡啊，刚没电中一只。拔浪。哎呦！哇！乌鱼了！哎呀！扛你看，扛！哈哈！扛你看！怕了我钓竿就拿来抄了。大卷今天怎么了？中了哈！是这么撩，阿斌哦，今天带小朋友出去玩了。怎么又是这个？对啊，我哪知道？不会吧，不见了，那不就一只而已。阿林贵啊嘞！你老师嘞？才难得体验这种玩法。哎呀，有啊，第二只了。就还没抓到手感呢，就让我抓一下手感，等抓手感就可以了。吃我20几下了。哦，他终于中了。就让我了解一下手感嘛。看我被你的忽悠了。怎么称重鱼了？讲得那么酸，又是这个。
你都在叫叫啥啊？好了，我再往下，我再往下拉一点好了。怎么又是这个？哎呦，还好我有放网子在那边，我就知道会掉。对啊，它很会掉啊。超会掉，我刚钓了两只了。旁边龟气很重，龟气很重，对不对？就跟你说这个位置不好。来的，我的位置啊，龟气很重啊。不是，是他人的龟气。干你鬼啊！而且他长得大。嗯。出现了。我力度调很松没？调那么松要死。嗯。啊！被接杀了。不是，是双弓哦。我被接杀了。你看我吃的，没有啊，我还没下腰就接走了。哦，我还是香姜啦，哦，好爽哦。我都卖，卖了，很爽啊，躲躲鱼哎、欸。看西游都卖，阿没落鱼，你又给他接杀。哇，这个双弓比较好玩。双弓很有力啊、哦。嗯，很有力。啊，十块鱼啊！哈哈哈！哈哈哈！对，我喜欢钓呱呱。呱呱呱呱比较有力啊，也比较好吃。你这人怎么这么现实、啊？嗯，你们不是说要符合经济效应？那个也还好啊，也没有很符合经济效应。都你们在讲。要放的。嗯。哎呦！这什么？啊？真的假的？哇啦！哇哩嘞！先生找他了。哇先生，没关系，你掉了我也不会心疼。你让我爽一下也好了。偶尔是吃偶尔嘛，对不对？偶尔也是，偶尔也是十块鱼啊。你俩偶尔啊，是十块鱼啊，你赶紧别骗。啊，卖几块？你咋不？靠腰，二十块你啊。哎呦，刚好脱钩呢，那我赶快把那钓竹收起来。哦，二十块的尔。无人啦。那是还有两吧。五十块应该有啦。一只乌鱼。哇。哎呦，好滚哦！放在冰箱里面，冰冰凉凉的，才不会受惊吓。我是久久来一次呢，要不是一直来一直来，像你们一直来。哎呦，
靠腰诶，拖下去我还他妈，嗯，开。大七的机，哇啊！哎，有多慢？哎，有多慢？三幺里啦！哎呦，三幺里耶哦！哇，这是真的吗？哎呀，哎，下个月不算多呀，为什么掉？为什么掉深的可以掉到三幺里？三幺里啊！中了吗？是真的、啊。哇，我的新邮票嘞！哎，你这个不合常理呀、啊！看，他妈的掉深就可以掉深里。哼，我刚一条网水深就中了。嗯，风水教轮嘛，确定是鱼，确定是鱼。哦，那钓漂才会咬。它很贱啊！一大概嘛，大概嘛安呢？漂漂蓝，它就出的。真的是漂，它就出。靠边拉杆！哇！我都卖给你。哦，整两个都去啊！后背两家拢登记啊，两家拢登记。我都爱叫阿雄哦。笑喊。拢我两家拢要家己叫。哦，你还搁爱八个咯？好，再说啊。嗯，安尼就掉了啦。哎呦哎呦，是安怎？那才搞笨啊！是扒着你去哦？不是啊，较粗啦。啊，你是讲扒着伊耶，才搞笨。好像比台中的大只呢。台中的好像没那么大只。是啊。水果，我们又作战成功了。感谢亲戚捡线呐！哈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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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哈你唔通搞，我即马咧吐下啥，啊吐甲出去。干你鬼啊！即马才咧搞，哎呀，我咧吐下啥呢？哦，哎呀，因为还好，水比较辛苦的。打完收工了啦，最后的渔获，哇，哦，燕尾都很大只，乌鱼很大只，今天的影片就分享到这边，感谢各位观看，我们
下次见，拜拜。